军退守至飞虎古道入口，此时我们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撤！爆炸过后，若还有驼西军意欲骑马突围，那么由独孤和心远带领的拿钩镰枪的士兵就派上了用场。关守将夫人有胡人血统，擅长跳舞，不如就给我们跳一个吧。好，跳一个！你们这些杀人的魔头，你们迟早会遭报应的，朝廷定会派人来剿灭你们的。你等着吧，用不了数月，我驼西军定能直捣长安。那个时候，你那个边关守将的丈夫不要也罢。不如跟着我。我会给你荣华富贵，享受不尽。将军，我陪你跳啊！一会儿我说走就走。快走！杜后，杜后，给我追！是是，站住！站住！追！刚刚放走了守将的夫人。什么？废物，连一群女人都看不准。将废物，你连自己人都杀。我从来不会留没用的人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住手！你放了他，我可以让你不死。黄口小儿赢了一仗就大言不惭，驼西乃天命所授，总有一天我们会东山再起，踏平大狱。我大狱乃正义之事，天命所归，如今你溃不成军，无路可退。信不信我先杀了他，再杀了您？住手！你敢动他一时，我将你碎尸万段。人在我手，你想如何？
看来你很在乎他。你放了他，我让你走。不能放了他。我来跟你当人质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我是当朝宰相之子杨子安，而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，换我当人质，你逃走几率会大很多。当朝宰相之子，原来你们一个比一个有用，你们俩都别想跑。你到底想怎样？你先自杀，然后我放了他。你疯了！只要你自杀之后，我自然会放了他。魔术师生，刀子就下去了。一，子安，你别信他，他不会放我们走的。不信你自己看。二，三，子安，你杀了他！你可以来杀我，但在我死之前，我一定先把他给宰了。四，是不是我自己了断？你就放了他。信不信你自己看着办。五，我如何相信你？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六，大侠。等等，如今我在你手上，他又受了重伤，我们肯定逃不出你的手掌心。但你让他自杀来救我，我觉得对我跟将军都不公平。什么意思？刚才这石生里，他不过是在拖延时间，等援军到，等援军来了，无论他生或死，他都是舍生取义的英雄。将军，你倒成了成就他英明的恩人了，但我不一样。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，我会被人说成是因为无能被俘虏的小兵，还连累了宰相之子。无论杨大人原不原谅我，大狱的悠悠众口都不会原谅我。我想活下去，但如果我一定要死，我也要他跟我一起死。你这小兵的心思真是够歹毒的，有趣，我喜欢，继续说。将军，你让我背对他，给他一个杀了我逃走的机会。他若杀了我，他就是一个杀死战友的小人；但他如果没有，那他就是个好人。他这个好人，就让他留在地狱里做吧。我怎么相信你？我背对着他，将军，我玩不出什么花样。杀我没得好。
雪慢慢地走到了我的心里。我刚刚在水里的时候，满脑子想的都是你的事。沉默深埋着眷恋。那时我一直以为你是男子，我忍不住会幻想，要是你是女子，那可多好啊！没想到，我的愿望居然成真，你真的是女子。你别说了，你听我说话。我本以为，我终于可以向你表白了。如果是真的呢？却没想到你和唐唐还有回忆，我想忘了你，但我发现我做不到。我忍不住放纵自己，想和你在一起，但是我害怕，要是进了这一层，就再也回不去那好朋友的位置。但就在刚刚那一瞬间，我才发现，我面对的那个人是你。就算近一寸，十万丈深渊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。你总是说我与你争强，可能是因为我喜欢输给你吧。这案件都已回顾，我就输了。你误了我的终生，你可要对我负责。模糊在风里，如花的笑意，此刻只想对你说爱。子安呢？他没事吧？子安他伤得比你重，好在已无大碍，放心。幸好你们赶到的及时。以后可不敢一个人再乱跑了。干什么？我去看看子安啊。你刚醒，好好休息，并且子安还没醒，你等他醒了再去看他也不迟啊。对了，那些守将的家眷都怎么样了？他们都跟家人在一起，陀西将军的残余部队早已溃不成军，缴械投降了。那就好。我去看看他们回来没。你好好休息。不许乱动。哦。Mm-hmm.